但是的话，现在的话，我要在车上呢完成一项政治任务，就是我们丽江党员必须要完成的事情。什么政治任务呢？要把我们当地农副产品的话，在车上呢进行一个宣传，大家说可不可以？所以的话，当地农民把东西从地里头种出来的话，至少比人多。所以的话，丽江市政府、丽江市旅游局呢，就把这个政治任务呢交给了我们导游。你们愿意听的听一听，不愿意听的啊算了，我做好。